鱼啊刚刚下水，还没有适应水面的温度，待会儿适应以后就会下潜寻找猎物。哇，潜水潜水，抓紧潜水，冒出来啊，哎呀快上，哇，小巨物，小巨物一条，漂亮！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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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，快快，三个！马上就上来，鱼下去抓去了。你看那大鲫鱼啊！你看看，你看，哇，吃进去了。哎，宝灯啊，挖起来！大板鲫，看大板鲫！哇，大板鲫啊，漂亮的大板鲫！哇，你看看，哇，真美，真美！哇，哇，大板鲫，大板鲫，看看大板鲫！板鲫少糖啊！大板鲫是美味啊！哇，巨物，上来吧！哎呀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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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可以，我们这边来货了，看看，哇，看到了啊，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，三哥加快速度，应该是个小巨货，哎。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啊！看看巨货啊！好好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等，就在这里等。巨物马上浮上来，在这里啊！两条巨物，先逮这条，快快快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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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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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乖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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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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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条巨物，还有一条巨物呢。来了，浮上来了，第二条巨物。哎呀，就在这里，马上要上来。好，在前面，在船头，在船头。哎呀，志在必得。上来了，巨物。巨花，漂亮，真漂亮！哇，这网鱼大了，就是鱼太大了，这咬网头太小了，弄个大网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看看，老表上，老表，老表去了，老表去了，老表搞起来！哇，巨货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哦，老表给力，老表，你看看大板鲫啊，大板鲫上来了，哇，大板鲫啊，你看看都两斤重大鲫鱼啊，你看看两斤重大鱼啥样子，看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大鲫鱼两斤重。我们看看，我们欧呀，可以哦，二爷的那边不错，上鱼了，哎呀，火拉丁上来了，火拉丁，把它弄上来，火拉丁，啊，又上来一条火拉丁啊，上来了，哎。哇，可以哦！你看轮廓，哎呀，我们船边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哎呀，狠呐，太狠了！哎呀，这鱼可以啊，哇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，哇，哇，哇，漂亮漂亮，抓起来抓起来，
加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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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点吃的，给点吃的，给点吃的，给点吃的。好嘞，好的。啊，哎呀，红拉丁，红拉丁，哎呀，漂亮的红拉丁，真漂亮。哎呀，红拉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别跑了啊，红拉丁，不能跑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哇，那边啊，巨货！哎呀，上了一条巨货，嘴巴里，你看着嘴巴里，哦，好了，来鱼了，大黑鱼啊，大黑鱼，漂亮，漂亮啊！哇，再看东哥那边，是不是也上鱼了？果然又是条黑鱼，黑鱼。先看这条大板鲫啊！你看这大板鲫，哇，大板鲫啊，真2斤重的大板鲫！哇，我们再看看那边，巨物上船了！哎呀！再看看这边，再看看这边呐！哎呀，小鲤鱼啊，也不错。好的，哇哇，这么多鱼啊，在前面甲板上面全是抓到了大板鲫。那晚上也送了，都吃进去了。哇，你看看嘴巴里，嘴巴里啊，我超也照都下的还用啊。这一只，这超鱼胖，这超鱼，哎，这一超鱼都直接上10块钱了。有一斤没有啊？一斤有吧？有。那边巨物一小条，货来货！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是个巨物啊！快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哇，水里来了！马上就出来，就在这水面下面，来了，看吧，小巨物，呦，二爷上了啊，哎，上鱼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好的，又上黄拉丁了，看看黄拉丁。哎啊啊！黄拉丁来了，哇，正在吃呢，哇，在水面上吃呢。哎。100米的地方，找啥呗？哇，老表开始抓鱼了，看看，上来了，巨货，小巨货一条。
又来一条，好样的。又来了，啊！哎呀，小巨物一条，漂亮！哎哎哎，收音收音收音！今天下午战况，今天下午成果不错。你看鱼都到自家的船边转悠呢。好，上架子上架子，一下午身上都湿了，上来晾晾吧。两条黑鱼，你看看那一条一条的大鱼，一会儿大鱼挂，两条大鲤鱼，三条大鲤鱼，再来一条。还有小鲤鱼，上货老表，哇，漂亮！你看大巨物，可以，漂亮，都不错，都一条条的，可以。来吧，哇，七八斤的，看看这筐里面大板鲫，看看漂亮啊，大的有一两斤，小的也有半斤。看看这黄辣丁，你点点吃，俺不吃了。看看这黄辣丁，黄不黄？黄辣丁黄不黄？漂亮啊！黄辣丁真漂亮。还有那筐里面的大鲤鱼，你看这大鲤鱼，哇，你这尾巴！兄弟们叔叔们，今天下午大概抓了200斤大板鲫，300斤大鲤鱼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明天继续。